妇科五穴，它的位置是位在大拇指第一节外侧，那么距离中央两分半，外侧两分半的这条线上。那么从掌指横纹开始，每两分就一个穴位，每两分一个穴位，总共五个穴。妇科五穴呢是董氏七十二绝针之一，那么它扎的时候呢，只刺二到三分，或者是以三棱针点刺来放血。那么妇科五穴呢是治疗妇科百病的特效穴，那么临床上呢，只需要挑选二到三针下针即可，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那么可以用妇科五穴配合门经穴治疗痛经特效。